大家好，本视频讲解 SUM 函数。SUM 函数用来计算单元格区域中所有数值的和。下面我们来看看 SUM 函数的实际应用。选择单元格 G2， 输入公式。回车后返回求和结果。复制公式至 G3、G18 单元格区域。计算出所有员工的始发工资。